9月5日，马伊琍和高伟光跟剧组小伙伴聚会的画面又再次曝光了。虽然之前两人传出过绯闻，但是这次聚会两人的表现依旧亲密无间，丝毫不避讳。不知道这次两人的关系大家怎样看？从曝光的画面中看到，除了有马伊琍和高伟光这两个主角之外，剧组的其他小伙伴也有出现。不过在画面中央的两人倒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只见马伊琍把手放在了高伟光的脸上，一点都不理会之前所传的绯闻，而且看起来一点都不尴尬。高伟光显得也比较自然，似乎对于这样的亲密动作两人都不排斥。不过在大家看来，两人这个亲密接触的细节还是很有内涵的。毕竟之前马伊琍爆出和文章离婚的消息，马伊琍也算是正式回到了单身生活，所以和高伟光在一起的话依然还是被很多人看好的。在此之前，马伊琍和高伟光也不止一次的亲密同框，因为在同一个剧组中又是主要演员，所以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这样一来二去，就算是不熟的人都有可能会变得熟络。不过如今再次传出马伊琍和高伟光的聚会亲密照，不知道两人是真朋友还是真恋人呢？期待进一步的消息了。